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國二鋼灣分行 Wilson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係九龍東半山嘅進門。依度有兩房特高樓底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而家嚟到三座高層 D 單位，我哋一齊入去睇睇啊！係啦，咁我哋一入到嚟咧，就面向一個好靚好靚嘅景觀，就係飛鵝山景啦。就你會把握到成個飛鵝山嘅景色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單位入面，單位入面嘅左手邊就係廚房啦。所有設備應有盡有，而且都好寬敞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經過走廊入去睇兩房間間單位。係啦，業主好識利用呢度11.4尺嘅樓底高度嘅空間，去打造咗三層高嘅睡房。右手边就是浴室和洗手间。然后正面入去就是主人房了。大家看完呢個單位點咧？其實呢個屋苑亦都係新鴻基發展商嘅，下面亦都有專線小巴可以去彩虹地鐵站，交通非常之方便啦。如果有興趣嘅客人可以預約過嚟睇呢個單位嘅，歡迎過嚟揾我啊！我係李家國，漁港灣 Wilson。